好几个人过几间店是用要无音袂乖，电话订单接袂停。客家最新路上有一间早午餐店，店内环境真清气，物件阁好食。后来在吃早午餐的人客拢讲真享受。当初是因为以前在台北做了一段时间的早餐店啊，觉得不太喜欢都市繁杂的生活，所以想回来乡下这边，不要说乡下啦，对吧、啊？就回来故乡这边试试看。哎呀、啊，把我以前所学的，对啊，然后带来这边给大家试试看。这有真侪人气餐店。其中店内招牌牛肉包，是头家特别选用鲜花当地牛肉制作成牛肉排，吃起来袂打打叉叉，新鲜阁多汁。总要有个自己的特色，要有特色啊！其实刚好我自己喜欢吃牛肉包，然后以前因为自己喜欢吃，有跟一些厨师朋友去请教切磋一下，这样材料怎么弄，我大概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哎呀啊，来这边之后，刚好想说，台南，算蛮引以为傲的东西，大概就是我们自己的土产牛肉嘛，对吧？然后所以就用现有的新鲜的肉牛肉食材，然后自己来试试看。对打造舒适环境及食材安全健康的坚持，拢看得出来业者的用心。未来头家嘛，将会开发更加侪融合当地食材特色料理，让人客品尝。咱台视木来山客家彩虹报道。